成35周年演唱会节目正式开始，欢迎歌坛风云人物陈金浪。站在舞台上的每一个艺人，最重要的就是听到你的掌声。我办了300多场的演唱会，想不到掌声如雷的，给我最多掌声的还是在这一场。你们的大恩大德，终身难忘。很多人呢、一直看我懵懵懂懂的在搞演唱会，一档接一档的，不了解我内心的心酸。那今天晚上趁这个节目，刚好是我个人的演唱会，可以从头讲到尾。其实呢，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很贫穷的家庭里，妈妈是一位呢很可怜的妈妈。我的妈妈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没有钱给我读书了，很糟糕。我的哥哥、我的姐姐很多根本连一年级都没有念到。我住的是一个江阴菜市的一个甘崩，我家那个所在的名真好听，叫做江阴菜市的牛车经啦。有人站一些出片的有拍拍的、有很多我的邻居来了，你们看着我长大的，所以在这个舞台上，今天晚上我要讲都是实话，不要讲任何片话，也不要讲虚伪的话。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呢，没有什么钱念书。到二年级，因为我的妈妈很糟糕呢，人细汉吼读书回来都有妈妈煮东西吃啊，晚上有温暖。陈金浪没有，因为我的爸爸是黑社会的头，我老爸名叫做大肥阿毛啦，他听到无？你卖笑哦，你若从这个名大肥阿毛真歹听，这个黑社会是一条龙。我爸爸吼、
不但是黑社会的头，还是法师呢。你一个派件，若要做到法师，那不简单，要有那个分量，要有那个奋斗的力量。派件还讲义气，你遇到什么代志打打杀杀的，你要做头，要出来跟他扯平的话，你要过那个分量。但是呢，过那个分量就要打打杀杀，有时候拼水呢，拼到谁都过关，拼不到谁都被糟了啊。哦，所以我爸爸一跑路的时候，妈妈苦的是我妈妈。我念书回来要吃一碗饭都没有，因为妈妈在外面帮他洗衣很辛苦的，所以我念书回来把书包丢在一边。啊，我老母我早起五点就去养洗衫，啊，我念书念到大概一点钟回到家，我把书包丢了，我就随便煮个梅意面，我就去找我的妈妈。伊咧洗衫，我都该脱衫；啊，伊咧睡，我都该披安呢。这么长大，到9岁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的两个姐姐在夜总会登台演唱。我姐姐唱的是酒吧夜总会呢，那不是正经来听歌，那都是对牛弹琴。来的吼，真侪拢迄种赌高票的，除了来看歌星唱歌，就是要来摸查某迄种的。啊，我起初吼对阮老阮大姊两个大姊去夜总会，我没有唱歌的本分啊，我只能够迈步，吼，因为夜总会酒吧夜总会有很多酒吧小姐，也有很多歌星，我就在里面跟着我姐姐去迈步，一马步我赚的是2毛钱。啊，你知影咯？顶摆我唱的时候，那个小的时候，就是我姐姐唱的是《新蓝天》《珍珠方楼上》哦，《新蓝天》啊，白天有一个黄昏歌厅，叫《快乐世界》，叫做《新世界》的金马车夜总会红玫瑰。哦，我就在那边迈步。啊，你知影我内面有歌星，有酒吧查某。我的酒吧查某吼真粗鲁嘞，看到我的小弟弟，你几岁啦？我说我9岁啊，长毛了没有？我就很难为情。其实我从很小我就很难为情啊。结果酒吧女孩子，你知道，有时候吼生意好的时候赚很多小费啊，生意那个不好，赚无镭啊，无滴吧。歌星唱歌够有镭赚，那酒吧查某都无滴赚去啊。结果呢，那有一个叫做敦黑人的吼，他天天醉，很痛苦，因为他离婚嘛，所以他每次跟我买布就买很多。我就说，安弟啊，谢谢你的捧场哦。呸，未使叫我安弟啊，你讲啊，这款所在吼，我偌老不老，你要叫我姐姐，未使叫安弟，叫安弟就侮辱着我安尼。好啦，姐姐，谢谢你的捧场。啊，两三刚做了母亲，里面有人给小费吼，他就拿我来整。小弟弟，今天我给你买的布多少钱？我说100多块。你要钱吗？要。吐口，不要这样嘛，姐姐。我不好意思，这么多人叫我吐口，未使的，爱吞哦。吐口做什么？吞口我念12句，跟你讲。做酒吧赚无地方，我安尼来念12句来开玩笑。哎，我为了要拿回那个钱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好脱裤子呐，我你念咯。啊，真衰款哦！你知影12句是10个号码嘛？只有哦，一摆才念1字嘛。啊，有时咱放流一点下，小便的时候比较黏嘛。粘到两粒的时候就很糟糕哦，但是嗲嗲，大家你按落一粒剩一粒为止，啊，安尼开个，哦，你一家你也12杯，我去买看卖，啊，明仔载那开哇，夭寿啊，我就福气，明仔载来吼，伊会包牙买10几袋嘞，明仔载那无钓，搁再来，搁再来吐口，不要啦，姐姐，昨暝无钓，今日念不甲你念甲钓，然后搁再嗲，搁再嗲哦，你说苦不苦啊？好，那有一天呢、啊？就有一个老老的叫做老德哥了，不过他对我姐姐陈依莲很好，是我姐姐的干爹。他说那个时候我叫忠诚，叫阿贤，阿贤啊，你要唱歌吗？你要唱歌，你唱去唱一条我最喜欢听的歌，我给你100块红包。公公我不大会唱歌呢，你上去，只要你上去就100块红包。点的又是什么歌呢？最难唱的王梅调教导，这首歌难的，我唱的乱七八糟。今天晚上让大家回味曾经让第一次上台上演唱的一首第一首歌，就是高难度的歌曲，叫做《交道》。你们来欣赏我小时候那个时候9岁唱的第一首歌哦，王梅调歌曲《交道》哦。30多年前唱一条歌赚100块，恁看有好赚无？哦，30多年前的100块比当今的1000块较大呢。这100块对我的影响力有多大？结果我每天来去，我说哎呀，哎呀，交道没？老对哥就是老对哥，应酬你一摆就无第二摆呢。
你逐天若来问，好、哦、啊，你去去唱咯，啊，搁再去去唱交道咯，逐天唱落来哇，像王道通行了，落来偌欢喜，结果吼，伊拢记袂记，一道甲讲话，一道咧定查某咧。但是我小时候就很聪明，没有关系，你不给我小费哈、哦，我会努力勇敢的站起来。然后我们乡村江阴菜市那给侬做大戏哈、哦，一年做两次的这个歌仔戏班哦，一个文章经嘛，江阴菜市诶古车经，特别那一年做两戏，就做双飞燕哦，双飞燕的迄个民乐团，我都安尼家己走去后台台顶，歌仔戏还没有演的之前，有一个小时是唱流行歌的，都是那些演歌仔戏的化妆化浓妆出来唱的。那我就跟老板讲，我说那头家真好听，演名叫做香妃演的头家叫做刘连科啊。我同我头家啊，我想要唱歌呢，你会使吼给我机会无？我来给你唱，讲你唱歌，你唱歌好听无好听？我讲袂啦，袂歹听。我请问吼，你人家安尼唱的一工也几累？伊讲。遐我都包做戏嘞，啊，我包做兵囝，一工才包你赢三块。我讲不要紧啊，我免三块，我两块就好。哎，我你叫什么名？我个名叫陈忠成，陈忠成嘛。哎，袂使，你若要唱歌，这款名真爽啊，真歹听。特别名一个较像歌星的名，安尼好，我就讲好啦，我转来去找人给我换一个名。我再来跟你讲，啊，明仔载我都倒去找，我要先去找一个，阮敢讲一个算命，我都人算命拢有包红包咧，我都无镭，我都去找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啊，你敢会使甲我算一个命，看我将来是状元命、歹囝命，还是头家命，还是乞食命？伊就安尼甲我算，用通识甲我算。哦，你这个袂歹咧，你这个命吼，出世是皇帝命哦。啊，将来阁会好个啊，食穿阁免烦恼。我讲那好，安尼无你，我要唱歌呢，你会使敢会使甲我号一个名，号我一炮而红。用好，我甲你名个陈静浪，尊敬的静哦，海浪的浪。安尼，这个名都起名，哪只我都找头家。我讲头家啊，我的名已经号好啊，这个名好会印着你的戏台的红啊。你讲什么名？我讲陈静浪，尊敬的静安尼。用好，阿明好先讲哦，你要唱会使，阿明好你出去试看卖，唱看卖哦。迄无你通赢呢，哎好，头一个去吼，都是头一个边卡就甲我配一个林厝港阿妈经啊。哦哟，顶摆我咧读二年级吼，平宜小学，哎啊，放学了后要搭捌去林厝港吼，搭两站班，啊这个一站班都一角银尔，安尼我就落车。迄林厝港阿妈经就安一个条，哎，请问阿姐啊，迄阿妈经是安怎行呢？路车我都行过啊，叫你去唱嘞，安尼好。你会知我头一条歌唱的是啥物歌？福建歌真好听，互恁猜看卖哦。敢猜有？未到呢啦。这就是我头一工正正唱歌吼，啊，互头家试工的头一条福建歌，歌名叫做《未到呢》哦。
你看到下点声就要唱袂到呢啊，所以你看我老老人的言呢，你有感觉无？我老是老哦，我真侪老人较喜欢听我的歌，对唔对？对吼、哦，我袂老，真年老。感谢你的双脚吼，你也袂老、哦，你嘛袂老，你真水呢，你敢那王菲？你看，哦，这台是唱无镭，我不要紧。你知影我拿这台收偌济块无？哦，这声出去爱唱三条歌，头条唱袂到呢。你知影第二条歌人家点什么歌无？草原之夜呢？啊，高下啊，他妈要唱草原之夜，啊，无变我都不要唱，我都讲歹势。啊，迄、那个山顶所在哦，林秋刚，你知影真可怜啊。迄、那个歹囝拢歹家己敢讲的，这边一班。啊，中一班，啊，迄边一班拢二三十个咯。啊，点歌你若无唱，甲你错，甲你骂呢，偌歹听呢。啊，错一句人的老母，迄、那個、我跟老师，你也要拍无？迄错人的老母迄句啊，较大声淡薄，甲我错一句呢。你看有要求无？伊讲你不要唱，转去互人安尼错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我错呀。因阮老母甲我讲哦，你若去唱歌会记吼。咱是光，人是暗嘛。人呐，甲你骂你听听无呢？人呐要甲你拍，你甲人叫赌龙。Sorry， 对不起，钱是我错啊。就算你丢，你也有讲袂赢，人为人追人，你招人啊，追人会食招人啊。所以吼，我当直直甲人讲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知影我唱我第二条歌哦？我记得那个第二首歌，我像《心爱的小马车》呢，唱得乱七八糟，五音五音不全。结果楼下就订酒头呢，头一粒订的腰就扑，就我头一粒大粒正经。啊、我目睭偌金呢，头一粒金碎粒的，要想迄歹囝偌歹，安尼十外个歹家己敢讲吼？哎，一粒撇来阁无够，第二粒阁来，你知无？第二粒就给他大粒安尼，扑去，拍倒会较大声嘞，扑，搁一摆，扑，你知影我的功夫偌好无？迄第二粒一个起来，来，搁一摆，来，再来，扑，要想我就闪，去点就拍过个头啊！迄、那个拍鼓的夭壽啊，飞船啊，开港安尼，就安尼昏去，啊，规个大幕吼，就安尼关起来，安尼再去洗白布。啊，不要紧，我你咪阁好戏头家嘛，伊讲，哎，明仔大龙你咪来唱，下水我上威严的招牌。哎，我都无变，算命来甲算一款的，第二天起来，我再去坐算命哦。哎呦，算命先生，你嘛拜托，你甲我命这个名叫做陈静浪，这个气吼无互人尊敬，我不要紧，互人顶石头啊。用我今日无阁甲你换着啦，迄、那个静脉啦。你该懂，你该扣掉。我喊你换做金落去，陈金浪，安尼你就会赚到金。我就安尼有影吼，啊，我就唔相信。我总哎呀，食亏一摆，卖食亏两摆。我等于佫甲阮阿妈讲哦，讲阿妈，我吼、哦，昨日去唱歌吼、哦，互人顶个资料遐大粒哦，就是互人用石头掂的啦。啊，今日我去算命，甲改名，伊讲吼，叫我着佫去唱，一定会红的。伊讲，啊，阮阿妈就讲。啊、你是唱什么歌来顶酒头？我心爱的小马车啊！我阿妈讲，哎呀，这款歌无效，阿妈教你唱一条。妈，你要教我唱什么歌？阿妈教你唱这个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，叫做什么歌？你知无？啊？好像敢有讲了呢？对，这条歌就是我阿妈教我的，爱听无？唱我你听哦。啊，老师没有逼的。